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欢迎又回到黄金树之影。好，我们下面继续探索。上一次探索的这个地方，今天我们继续往北，先探索一下这个。没打我们，好，他帮我们把这些人都给打了。就是能不能引这些鸟过去。这个墙能不能挡一下？这个墙可以挡一下。哇！好，呵呵，你可以利用这个火炬人啊，把这个周围的小兵都给打掉了。好，这边有一个反手剑啊，就在这个地方啊，反手剑在这儿，下面去这个地方。这儿有一个伺服点，还有一个这个标志。
这又有一个幽影树碎片。看了一下这个信息。这是一个 NPC。Lady Leda spoke of you. You're that tarnished. Guided here by kindly Mikkola. Won't we all? I am Freya. I once fought alongside General Radahn. In battle, you can be sure I'll hold my own.好，看赐福点在这儿啊。在这里。好，我们继续向前。先顺着左手边走啊，左手边这儿有一个很大的城堡。往这边走。往这儿走。有个大城门啊。我们往这个大城门里面走，看看里面有什么。这又有一个赐福点，再触碰一下，看看地图啊，这又有一个赐福点。好，再跟他说说话。The tarnished, I am Ansbach, formerly in service to Lord Moak.But now, like you, another soul guided by kindly Mikkola. I'm hardly the steady hand I once was. My fighting days are far behind me, which is why I have chosen to dedicate myself to investigation, to discern Tender Mikkola's ultimate purpose. I'd rather not volunteer service to a new master unless I know that I can be of use. Hmm.找上下，哎，这还有个人。Hello there. Together, we work together for Mikkola the kind. Many things we have found. 他是个商人。有一个什么情报不知道，看一看。这是什么？胭脂老灰。哎，买一个。I like finding things for you, Lady Leda, her allies, and the forager brute. Things bring joy to all. Goodbye.好，看看我们刚才买的那个东西，是这个。极物重门捡到的文件。当你发现受封印灵魂气流，去附近找一找堆置的石堆，只要弄倒它，就能解开封印。OK。到时候看看怎么回事。好，这有个城堡大门啊，我们过去看一下。进入城堡。
等会儿啊，我们探索城堡，把我们的厉害的人都带着。遗息，防身，带个结晶人吧。哦，把蝎子。哎，不值一击啊，我们一下就把他打死了。哎，没什么东西。好，继续往前，这儿没什么东西，这有什么东西啊？OK， 小蝎子来了。你小蝎子能用我这个毒厉害吗？嘿嘿，哎，还剩一个没死。OK， 看看这是什么。灵灰 ，OK， 后面这还有个亮东西 ，UD 卢恩，没什么东西，听见有小东西在跑。这儿都没什么东西哈，走了。看样子这是应该上楼了。等一下，上面有一个什么。上面有个蛋啊，上去先吐一下。OK， 在城堡里探索，我们装备一个手提灯吧，这个，给我们照明。值一提啊！这有一个词不点了，塔之镇，贝瑞特。灵灰庇佑用一下 ，OK。先往左还是先往右？先往左。刚才我看见这儿有个人。不能打开。
这些墙能不能打开啊？不行。OK， 不管它，那就先往右。这儿还有个门哈，先往右。哦，哇，哇！哎，这些人在祈祷，祈祷什么呀？不知道。还有一个东西，刚才那个人掉那个东西，锻造十四。这是刚才我们从那儿下来的吗？啊，这个地方很大哈，不知道往哪儿走。看看这儿，往这儿走。看看。在这个里边没了，死胡同。没你弄一个这个干嘛？这也没东西啊，没东西。他们刚才是从这边来的，所以我们往这边走。那儿有一个点儿，去看看。哦，没了，这是个门吗？不行，没有。哎，好，吃我一招。我一招，哇！谁在打我？哇！上面有两个人。OK， 我还挺厉害。施魔法。他们打得很狠啊，这些人。那个人，两个人在上面。刚才 ，OK， 好，这有一个点。这还有一个。上面有个磁浮点，先冲锋磁浮点。好，看看我们在民宅小祭坛啊，刚才是塔之阵，
应该小祭坛。这个下面好像有两个人，去看看。就一个人，就一个人，这是什么呀？这里边有一个东西，白银角饰。看墙后面，没有。OK， 好吧。这个好像可以跳下去。就是刚才这两个人在施法，是吧？打落一下去。他们刚才就站在我们这个上面，那个房顶上那儿有个亮点，我们去看一下。看看能不能从这儿过去。白银角饰，好，站在这个房顶上照个相。刚才我们从这个下面过来的哈，那边看不见有什么东西。回来，那儿有个东西。哎呀，掉下来了。嘿，没跳过去。哟，捡了一个东西。刚才是从这儿上去的。这就离得远了，跳不过去了。这边跳不过去，得从别的地方跳过去了。好了，那往上。厉害，这么厉害也没用啊。角战士曲剑，看看他这个角战士曲剑，在这儿。角战士使用曲剑，角降临。看一看，试验一下。它可以单刀变成双刀哈。战技可以让这个角降临这样
OK， 好，很好，嗯。哟，这么多人这儿。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个重要的地方啊。Those stripped of the grace of gold shall all meet death in the embrace of Mesmer's. 好，我被人入侵了。好啊。哇，他这一枪够厉害，这么多血都没了。OK， 呵呵、嗯。圣战徽章，哎，刚才是火焰骑士，我看看这个圣战徽章应该是这个类型，在这儿打倒敌人时能提升攻击力。挺好。那么我们这一集就到这儿啊，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